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澳门的童子军管乐团和北京的篮球啦啦队联袂为我们带来的《友谊进行曲》，掌声有请。看到了吧，这就是澳门童子军，军容整齐，步调一致，而且吹奏得如此熟练，
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